我们在一起了。这几天我和素正受一本叫《海洋摄影》的杂志影响，想要做一个海洋地图，这样呢能让霞露的风格更加多变一点。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把天地跟苏正摆在一块儿。嗯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说你已经在做概念美术的活了。 嗯，哎，其实上次做武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那你想挑战一下吗？我可以吗？你愿不愿意担任霞露的概念美术？嗯，愿意。哎，交了。 你来干嘛？来我兄弟家住啊！我来干嘛？我不方便。你有什么不方便？女朋友不在家。呀，玉千灵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嗨。不是，顾寻有女朋友，你不知道啊？这大晚上在这儿不太好吧？我不是说你不好，显得太扎了。 我先回去了。啊，慢点。我们在一起了。嗯。对嘛，早点说不就好了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啊。走吧。 你别赶我，我有事儿呢，你过来吧，你说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下属最近跟他表白了。嗯。那你那个朋友怎么回答的？ 他说他不知道喜不喜欢他，就逃了。啊，逃了算什么事儿？不是，他不知道喜不喜欢他呀，所以他就……我呸！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朋友啊？告白这种事还要让女生来，自己还没有勇气面对，算什么男人啊？ 所以是你朋友想问，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对方？啊啊！你告诉他，现在想不明白没关系，可以慢慢想，但是不要去伤害那个女孩。听到没？听懂没？